你看你这三步说、嗯、你就是跟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不太一样。哇，咻咻咻咻，哦哦哦哦，瞎玩儿瞎闹，还行还行还行，面不面的，就是等一下等一下先说面，我面呢。哦，这个也老精彩了。就是我给他做巴沙鱼，然后他吃鹿子烤那鸡翅去了。啊！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鸡翅好不好吃？嗯，大块都心眼一方。谢谢。就现在就他们已经做好了，那应该也够吃，要不然。你不是去吃烧烤？你去那边吃吧。我什么时候去吃烧烤？你去那边吃烧烤。几个这么大块都心眼一方。别停别停，我要看哭了。瞬间数值太重要了。哇，无法获取的男人、哦、无法获取的男人，无法获取、啊、那烧烤一口都不能吃了。就是反正我觉得咱们说说挺好。哦，这能播吗？这可以可以，有点东西了。再过两分钟你再发，歇一会儿，再过两分钟。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好香啊，谁放香薰了是吗？王哥的体香。别，看我给你买一个。好甜呐、啊！甜甜娃娃。哇，还真挺可爱的。我当时我每天上班。上午就想送什么礼物。然后下午就下单了。领导我也有好好工作，我用那个空闲时间想那个问题。出师不利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怎么不会这招啊。举大旗、啊、你也要举我。举大旗。我给你买了个礼物，一个可爱的小猫猫，用空调放风筝，挺配的吧。还真配起来了、我一身鸡皮疙瘩。602全卧虎藏龙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我是那虎呢，后边我发现我是那壁虎。羡慕陆克哥哥好幸福。不是，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甜啊？你也会甜的。好，三傻咱俩可知道咱俩一起了，卷在一起。你们是原来看得这么清楚啊。那天晚上他睡得挺着的，我是比森哥睡得慢了。鸡响，那个呼噜声鸡响，太累了是吧。那你说我脚臭不臭？我看看有个弹幕，他说王哥知道森哥穿黑袜子脚臭。这个脚臭真的不臭，真的不臭。我今天得回学校。对，你先回学校。对啊，一定要去吗？哇，你们第一天这么亲密了。很厉害，我觉得杨老师死死的拿捏住了呀。对，你看啊，我这是我是想今天出去玩一玩走。真的，他眼神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，猴哥哥？怎么办？这个是不行的。你的小孙怎么又来和我玩？哦，他来找小猴子，他们应该约好时间了。喝吗？哦，不喝。哦，哇，别吧，别吧，我现在真的坐立不安。四个人的电影了，哇，我现在脚趾都抠地了。太有趣了，有趣了。你看猴子眼神，猴子这个脖子都练灵活了。太憨了，这也是名场面。你给吃了？不是，我跟郝运说，是曾哥给你做的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吃了吗？哎，他说你什么时候做了？我吃没了。满足广场，什么都没有。他把你都这样，这么热乎的吗？他们三个真的很烦。那就走吧。Okay. 完了。
该我脚趾抠地了，因为有你世界美丽。哎，怎么还唱起来了呀？因为有你世界美丽。搞笑男的春天也要来了。搞笑男的春天要来了。咱们屋谁是搞笑的？咱仨都是吧。没有，你们仨单拎一个都不是，就是合在一起就是了。三傻大闹心动小心动小鱼。丢君君姐姐完了，滑冰了。他选溜冰场哦。这段是我最不想看的，最不想看的其实是有一期约会。哎，看就这群，看没？衣服姐，对对对。哎，一模一样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刘老师滑得很好，是吧？对，他说我小时候滑过一次。这个很好学，我说我的运动天赋，我肯定能一下学会。他肯定不是一次就能滑的那样。你们看吧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剪得多精彩，但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有点搞笑的话，就真的挺搞笑的。你看，你看这 BGM 就不太妙。被你发现了滑点，这段太惨了，我自己都感觉自己滑的动作都搞笑。你这么说的我好期待啊。我也是，已经不敢眨眼睛了。我是真不会。开始你别动，没关系。感动，什么直男？一问就是一步两步，四爪牙，四猛鬼三步伐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我一直往后边仰，看不下去了已经。我也不会滑冰，我一次没滑过。我那天快给他笑死了，他一直在笑我，真的。我太像那种动了大手术腿终于康复了别人慢慢教我走路的感觉。谢谢。你哥哥是空气啊。太凶。咱怎么着，这是个恋综吗？非得我把这变成喜综吗？你哥哥是空气。哇，这个要做成表情包，到时候发群里，。我花多少钱能把这集买下来不放出去？你们确定要播？